请本期主角。哇哇哇！谢谢哇！老师你们好，你们好。你好，我的名字叫周超峰，来自河南省商丘，今年32岁。你其实也是与众不同的，你有什么绝技吗？我是武术和飞盘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露两手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来，有请。有气势的。给我飞了一张6，是要66大顺吗？给我飞了一张9，是95至尊吗？这个是扑克牌，哎，特别是的，非常普通的扑克牌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么普通的扑克牌，对，怎么能接出如此动感的古典呢？而且飞出去很有力度，哎。是的，你飞一下，马丁。坐在最远头那姑娘，你小心一点啊，不要伤到抖。往外抖是吗？对，都是。来，马丁，你先来。你先来。好吧。来。你要注意点啊。哇哦！好，好，好，回来了。大米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大米了。夹住，哎，怎么飞不出去呢？还不够好看，怎么用呢？这个是要看臂力的。我必须说一下，这俩男的这起势都比我大，甩的还比我远，是吧？有什么诀窍没有？这个是需要那个双手把扑克牌夹紧，用全身的力量给它甩出去。夹紧，对，双手这样，一定要夹紧，夹紧。然后呢？然后抖手腕，用力的甩出去。对，掌声鼓励一下。